电视乱盖，我是你的菜，约我到你家里来怪。一个两个三个，我的妈妈他们都说需要我的来到。我的饮料美团外卖，哈尔滨啤酒没喝过，多少钱？大家猜，20块台币。我操，整体味道是麦味，其实都是不错。最爱的一个餐点，冒烟嘞，下面都是有贝壳、有青苔的，真的很大颗的一个生蚝，台币20块。他妈，你这台湾日本日式料理餐厅吃这么大的一个生蚝，最少也跟你要个150，我跟你讲，东区要个200、300，撒满了大蒜、奶油、辣椒，这么用心，奶油、大蒜要掉下来了，好不新鲜的。这柠檬角的招牌柠檬茶，不屑，糖加太少，很像泰式红茶的香气，浓郁的那种。重庆辣子鸡、宫保鸡丁，台湾差别最大的，它加了芭蕉、中药材、十三香的香气，有点干，但这个油度我感觉我明天会拉肚子。哇，这颜色酱汁快流出来，像是石板咸猪肉的感觉，这不是炒的，它有烤的味道，焦香味，它整个搞得很油，不过真的很好吃。这泰国虾吧，这酱汁这样小，这辈子没吃过这味道。这冰冰凉凉的，甜甜的，很像甘露、鱼露啊、煎鱼高汤那种。